中华武术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其内容丰富多彩，博大精深。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，源于中国，属于世界的太极拳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。它富有东方文化的神秘魅力，渗透着中国古典哲学、美学、理论学和医学等深邃丰富的内涵。其精湛的理论和技术内容，充分体现了华夏民族的聪明智慧。关于太极拳的起源，传说很多。据史料记载，太极拳是由明末清初人陈王庭在距今300多年前创编的。他以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为指导，在《早传拳法》和多年研究民间武术的基础上，与太极阴阳、五行八卦、儒家道家学说、导引吐纳及中医经络学说相结合，用诸家之长为一路，创变出了动静开合、虚实转换、刚柔相济、快慢相间的太极拳械套路和推手技法，并依据太极拳的阴阳对立、统一转化之理来解释拳理，以太极图来规范拳技。陈式太极拳始终保留着太极拳所编之初的刚柔相济、快慢相间、窜蹦跳跃、松活弹抖的特色，并以其卓越的技击、健身、健身养生作用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深受人们喜爱。本篇特别邀请了太极王子王二平先生，同我们一起来体验陈式太极拳的迷人魅力。王二平老师，中国当代十大武星、世界太极拳冠军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获得者、国家高级教练、太极拳名家。王二平老师现任中国国家武术队教练，他曾多次出任中国和国际武术团教练、中国国家武术队教练。他本人曾在国内外各类重大比赛中获得42式太极拳、太极剑、陈式太极拳、陈式太极剑和自选刀术、双刀、棍术、通臂拳、对练、个人全能、集体项目、集体总分等项目的金牌60多枚，被国际上誉为太极王子、太极名师。王二平老师非常热爱中国传统文化，文化致力于中华太极武学的研究和探索，深入生活，生活感悟人生，师古不离，博采众家。通过长期习练切磋，渐入化境，既突破了传统和地域的限制，又注重结合实际变通创新，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技艺风格，传帮带徒，无私奉献。在河南省和广东省任教期间，所教的学生在全国、亚洲及世界大赛中夺得金牌80余枚。他创造性地实现了传统与现实、继承与发展的有机结合，传承和延续了中华武术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之民族文化。在弘扬太极精神、促进国际交流、推动养生运动的发展进程中，发挥了示范和表率的作用。作为太极专家，曾应邀出访多个国家进行表演和讲学，业绩战略载入《世界名人录》、《科学中国人》、《
中华武术百科全书、中国武术家词典、中华武术著名人物传、华夏名人风采、当代中国人、共和国创新专家名典等多部词书，还参加了太极剑国际竞赛套路的技术录像演示和审编审定工作，编著出版了中国第一套最全面的音像教材《太极武学》。他曾多次被国家体育总局、总局河南省、广东省、省委省政府、省体育局、省体工队、省体工队、省体运动技术学院技工授奖，为武术太极拳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为了您身心的健康，让我们同王老师一起愉快地探究太极文化之真谛，演习太极养生之大道，漫步平衡、和谐、自然、幸福的太极人生吧。陈氏太极拳老家一路，又称大架，是由中国河南温县陈家沟陈氏第14世祖陈长兴在祖传太极拳的基础上精炼归纳编定而成的。陈氏太极拳老家一路以柔为主，由松入柔，柔中带刚，拳架舒展大方，步法轻灵稳健，身法中正自然，内劲统领全身，以禅思境为核心，动作以腰为轴，节节贯穿，周身一动无有不动，一静无有不静，行气运劲如行云流水，连绵不断，发劲时松活弹抖，完整一气，体现了柔缓沉稳的特色，具有快慢相间、刚柔相济的风格特点。练习时要求虚灵顶劲，立身中正，松肩垂肘，胸空腹实，屈膝松胯，要求以意行气，上下相随，意气身三者密切配合，外形走弧线，内劲走螺旋，缠绕圆转，外柔内刚。一手型拳，五指卷曲，拇指压于食指、中指、中指第二指间上，自然握拳，不可以太紧或者太松，拳面要平。掌大拇指根合向小指，指尖后仰，其余四指依次向手背方向舒展错开。勾五指指尖自然捏拢。二手法冲拳，拳经胸前内旋弹抖打出，拳心朝下力打拳面。砸拳臂成弧形，拳自上向下砸，下击拳心朝上，力打拳背。
这崩拳，臂成弧形，拳自内向外斜下弧形弹抖打出，拳眼向内力打拳轮，双峰横抖，两臂外翻，双拳由左右向下弹抖打出，拳心向上力打拳背，推掌，单掌或双掌从耳旁或胸前向前推出，力达掌根，拦掌，掌经体侧向上，立掌向胸前拦，掌心向翼侧，指根斜朝上，撩掌，手自下向上撩击，向上撩击，掌心向上，掌指向前，平分掌，曲臂两掌交叉于胸前，两臂内旋，经面前弧形向左右分开，两掌心朝前，掌指朝上，腕与肩平，斜分掌，两手交叉或双抱，斜向上下或前后分开，立云掌，两掌经胸前上下交替成立圆云转，向左右侧反复画弧，云转时要与腰协调一致，上手高不过头，下手低不过当，两手边云边翻掌，捞掌，掌从耳侧经体前弧形向下捞至膝外侧，落至胯旁，掌心朝下，掌指朝前，穿掌，侧掌或平掌经体前臂腿穿身，指尖与穿身方向相同，力达指根，架掌，曲臂上旋，手臂内旋或外旋，手臂内旋或外旋，掌从下向前上架至头侧上方，臂呈弧形，掌心斜朝外，腕高过头，捧捧，屈臂呈弧形举于体前，举于体前，力达前臂外侧，腕与肩平，捋，臂呈弧形，单手或双手向左向右侧后捋，臂必须外旋或内旋，动作走动作走弧形，挤仔，一臂曲于胸前，另一手另外一只手搭于曲臂手的手腕或前臂内侧，两掌同时两臂同时前仔推，臂要撑圆，腕高不过肩，低不过胸，按单掌或双掌自上而下为下按，自后经下向前弧形推出为前按，踩用手掌或肘按着对方的手臂，由上至下，由下而上，或者由外至内，由里向外推按沉托采拿，裂向外横推，或者向侧带出的劲力，使对方身体前趴或扭转而失重。肘，以肘部黏住对方的肢体，向上、向下或向外推，以肘尖发出的劲力。靠，通过肩、背、胯、胸等身体部位向外发出的挤推之劲。三，步形，弓步，前脚掌前面贴地，屈膝前弓，膝头哥不能超过脚尖，另外一只脚自然伸直，脚尖内扣，不能翻脚拔根。
虚步，一只脚屈膝半蹲，全脚落地，脚尖斜朝前，另外一只脚微微弯曲，脚前脚掌或脚跟落地，牵马步，两脚开立下蹲，间距约二至三只脚宽，两脚微外撇，重心偏右或者偏左，托步，一只脚屈膝前蹲，膝与脚尖微微外撇，另外一只脚自然伸直，平铺接近地面，脚尖内扣，两只脚贴紧地下，不能翻脚拔根，歇步，两腿交叉，屈膝前蹲，前脚掌脚尖外撇，全脚落地，后脚脚尖向前，脚跟离地，臀部接近脚跟，平行步，两脚分开，脚尖朝前，脚尖朝前，屈膝下蹲，屈膝下蹲或者自然直立，两脚外圆，同肩宽，独立步，一只脚自然伸直，另外一只脚屈膝提起，大腿高于水平，小腿及脚尖自然下垂，上体保持中正，头领气沉。丁步，一只脚屈膝半蹲，重心在屈膝腿上，另外一只脚以脚前掌点于支撑腿内侧，叠叉，前腿伸直，前脚伸直平铺地面，脚尖上跳，脚尖上翘，后腿屈膝，膝关节内侧贴地。四步法，步法上步，一只脚支撑，另外一只脚提起，经支撑腿内侧向前上步，脚尖先着地，随着重心前移，全脚全脚掌落地，退步，后退后退的脚经支撑腿内侧，一脚前掌擦地，以脚前掌擦地，弧形后退。随着重心后移，全脚全脚掌落地，横开步，一只脚支撑，另外一只脚提起，以脚跟内侧横向擦地而出，随着重心横移，全脚掌落地，跟步，一重心前移，后脚向前脚跟跟半步，脚前掌落地，二重心前移，后脚向前脚跟跟进半步，后脚正脚踏地前跟，展步，以脚跟为轴，脚尖外撇或内扣，或以脚前掌为轴，脚跟外展或内收，膝行步。一只脚支撑，另外一只脚侧向开步，脚跟先落地，随着重心后移，全脚掌落地，逐渐过渡为支撑腿，另外一只脚随即提起，经支撑腿的后侧向二膝踏步，先以脚前掌着地，随着重心横移，全脚落地，过渡为支撑脚。五腿法，蹬脚，支撑腿微曲，另外一只脚屈膝提起，脚尖上翘，以脚踭为力点，迅速发力蹬出，腿脚自然伸直，脚不能低于腰部，拍脚，支撑腿微曲。另外一只脚脚面展平向上直摆，不得低于腰部，以同侧手或异侧手迎拍脚面，喘腿，支撑腿直立或者微微弯曲，
另一只脚提起，脚尖翘起，脚掌内扣，以脚掌或脚掌外缘侧向迅速伸出，不得低于腰部。摆练腿，支撑脚微曲，另外一只脚从椅侧经胸前向外作扇形摆动，摆幅不少于135度，脚面扁平，两手在胸前依次迎拍脚面，虽两响。震脚，支撑腿微微弯曲，另外一只脚提起，以全脚掌向地面踏震，颈椎松沉。六，跳跃，二起脚，一脚上提，另外一脚随即跳起上踢，脚面展平，以同侧手迎拍脚面，击拍要响亮。双震脚，两脚依次跳起，原地下落震脚，踏震要沉稳。转身跳，两脚跳起转身，随即下落震脚，也可以不震脚，但落脚要轻灵。纵跳，前脚提起，随即后脚蹬地跳起，然后前后脚依次原地或稍前下落，落步应脚前脚掌先着地。七，身形。头虚灵顶颈，下颚微内收，不可偏歪摆摇摇摆。颈自然竖直，肌肉不可紧张，不可前伸后勾，不可前伸后勾。肩保持松沉，不可上耸，不可上耸，也不可后张，也不可后张或前勾。肘张沉坠松垂，自然弯曲，不可僵直或扬起外翻。胸胸自然舒松，微含微含，不可外挺或内缩，不可外挺或内收。背舒展拔伸，舒展拔伸，自然放松，自然放松，不可弓背，不可弓背。腰腰活自然，松活自然，不可后弓或前挺，不可后弓或前挺。脊椎中正中正竖直，不可左右歪扭，不可左右歪扭倾斜。臀下垂收敛，下垂收敛，不可后突或摇摆。胯松胯正 正身，不可僵挺，不可僵挺或内收突臀，不可左右，不可左右突臀歪扭。膝屈伸松活，松活柔和自然，柔和自然，膝关节与脚尖同向，与脚尖同向。八，身法。太极拳的身法要求保持中正安舒，不偏不倚，旋转松活，自然平稳。上旋下沉，中节舒松。动作以腰为轴，带动四肢，上下完整贯穿，上下相随，圆活完整。不可僵滞浮软，俯仰歪斜，歪斜忽起忽落，要保持平移运动。九，眼法。太极拳的眼法总的要求是精神贯注、意念引导、神态自然、神态自然、意动相随、意动神随、势动相随和势动神随相结合。动作定时到位时，眼要平视远望或注视前手。往下的动作，眼要注视前下方。换势运转时，眼睛要与手法、腿法、身法协调配合。一般是眼垂上手，神意贯顶。
Thank you.
起势，两脚并拢，身体自然直立，虚领顶进，头颈正直，下颚微收，沉肩聚肘，屈膝松胯，含胸拔背，左脚向左慢慢分开半步，开步时先将身体重心移至右脚，左脚跟先离地，随之前脚掌再离地，然后轻踢左脚，以不超过右踝的高度向左分开半步，脚尖朝前，脚掌踏实，脚距与肩同宽，身体重心落于两脚之间，两手微移至大髀前外侧，两臂前举，举至与肩同高，两手相距与肩同宽，屈膝松胯，沉肩聚肘，两手下按，望于腹前，金刚倒坠，身体微左转，两掌翻转，右脚尖外摆，重心左移，两手平捋，分别至身体侧前方，身体重心右移，提左腿，左脚提起后，以脚跟内侧贴地面向左前方铲出，两手向右后方平推，左手臂屈肘横于左胸前，胸前右手划弧于右膝旁，身体左转，右脚上步呈右虚步，右手画弧前撩，左手画弧回收，合于右前臂上，右掌变拳上举，左掌落至腹前，右腿屈膝提起，右拳下落砸击左掌心，右脚向左脚内侧踏地震脚，目视前方，懒扎衣，左手托右拳，身体右转，左手画弧至左胯旁，身体重心左移，右脚提起，右脚以脚跟内侧贴地向右铲出，两手臂在胸前相合交叉，交叉，重心右移成偏马步，上体先左后右转，右手画弧至右前方，右上方，旋臂踏板立掌，左掌插于腰间，目视右手方向，右风四臂。身体重心先左后右移，后右移，两手下捋，身体左转，两臂分摆，两手合于耳侧，左脚收至右脚内侧，脚前掌点地成虚步，随转体，转体两手向下按到右胯旁，单边，左手向前微推，外旋翻转，右手收于左前臂内侧，向右上方出勾上提，左手收到腹前，身体重心移至右腿，左脚提起贴地铲出，身体重心左移再右移，
身体微向左转，左掌上托旋转，画弧到左前方，立掌推按。金刚九聚，重心左移，两掌画弧左摆，两手捋带，身体右转，左手拦波，虚步摇掌，提膝举拳，震脚砸拳，白鹤亮翅，身体重心右移，左腿后撤，两掌外分，重心移至左脚，右脚后撤，两手画弧交叉于胸前，身体重心移至右腿，左掌右掌向上下分展，斜行，上体左转，左手画弧置于左胯旁，右手外旋，画弧绕至右前上方，身体右转，左掌拨栏，左脚提起贴地铲出，身体重心左移，右掌置于左耳侧，左掌变勾置于左胸前，身体右转向右画弧平斩拍碗，左勾手向左平斩，身体重心左撑成弓步，左手高于肩平，右手托腕，目视右掌方向，捞膝，两掌下落合于体前，左脚收步成虚步，身体右转右转再向左转，两掌推按，拗步两手下捋，左脚上步，左手前摆，左手下按，右脚上步，右手向前推出，左手画弧拦掌，快左步，斜行，转身提勾立掌，捞膝，两手下合，退步摆掌，拗步，两手下捋，左脚上步，右脚上步，右掌前推，掩手云锤，两手相合，
左腿曲膝提起，左脚向前方铲出，重心左移成左弓步，左臂画弧置于右肩前，右手翻转变拳合于腰间，两手相合，屈膝松胯，呼吸下沉，右脚蹬地，弓步冲拳顶肘，金刚倒坠，两手相合，身体左转，两手外分，左脚尖内扣，两手画弧，虚步疗掌。提膝举拳，震脚砸拳，
广东福光影音发展有限公司凭借雄厚的实力和高素质的人才，源源不断地向广大观众输送精彩无比的节目，满足观众无限多样的资讯需求和娱乐享受。百科全书 VCD 是我们公司的一大王牌，它集知识性、娱乐性、趣味性于一体，精彩节目一浪接一浪，百科全书 VCD 为您全面奉上。百科全书 VCD 肯定有一款适合您。